迎各位观众今晚光临新光戏院大剧场。仙乐曲艺社主办仙乐敬老演唱会1313场演出，现在开始。小姐，各位亲爱的观众，我是今晚的司仪叶爱莲，我好欢迎各位咧系光临新光戏院大剧场，系欣赏由仙乐曲艺社所主办的敬老演唱会嘅。仙乐曲艺社是在1980年。由雷桂开师傅和叶慧芬师傅所创立的，宗旨是推广粤剧曲艺。我们今晚呢，除了两位社长会为我们献唱之外，我们还请了几位嘉宾的。依出场序，他们是红伶谢国章先生、粤剧红伶谢伟新先生和粤剧红伶邓美玲小姐的，可算是阵容鼎盛。我现在就要介绍第一支曲了，它就是由陈嘉慧所撰写的《琴弦序》，取材自元朝的杂剧的。这支曲是讲到张宇，他寄居在石佛寺，晚上抚琴一曲，吸引了东海龙王第三女庆莲公主上来听琴，他们还发展了一段的友谊添的。那这支曲我们是请到陈莲卿女士和周玉娇女士是合唱的，现在请各位以掌声欢迎他两位。Thank you.
涌，幻化出数多道银河，勤集四树半夜挑灯时的惊钟。
阳春谁月共啊啊啊哎呀
泉，何来装粉红？Go!
子外四夜无房舍，清虚人罕至。敢问姑娘家住何处呢？公子，我家住在。小生有礼，公子有礼呀、元孝相遇客临潼，巧奏一曲闻君动啊！今夕得遇知音，若梦不弃，运定交儿，三生有幸儿。最知何事？比翼双飞长月共啊！此夜一别，何日再逢？相思无限，音讯难通。冰寒交宵为送吻，盟约三五月明中。
回中秋海岸东，指天为誓偕暖风啊。落水青山小雨梦，